看了吗？我们这个温道应该过来了，然后我发现这地方，看了吗？这个护栏里面，护栏外面这个小山坡，看到吗？我如果要是下不去山，我就想，如果上面再有这种地方的话，就直接在这地方露营了。看了吗？有小那个，就这口这过去。那边是吧？他有那个，我们一块儿停兵，感觉还是有点危险。再说，回来再说。现在海拔4410，现在这个地方的海拔跟那个折多山的海拔高度基本上一样了哈。看这山坡，抬头，它有那有雪，有那没雪哈。不行，这地方露营不行，下面是个山坡。行，先到这吧，这段。